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今天是2023年2月27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冥谢古意。谢谢您这态度了，受之有愧啊。同时感谢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咱们先来看战事全局性的一些变化。一，随着俄军在巴赫穆特南北两个方向逐渐取得进展，93旅的战士们正在巴赫穆特的郊区与敌人进行巷战。这段画面中呢，一位乌军被榴弹击伤下肢，倒在原地动弹不得。战友们没有慌乱，先火力压制敌人，然后简短商量了一下，随后有条不紊地展开营救。这充分说明战士们都是训练有素、具备实战经验的老兵，彼此之间配合相当默契。之前从巴赫穆特传来的图像资料啊，大多都是荒地的战壕里拍摄的，现在出现了在稀疏房屋地带拍摄的影像资料，说明乌军且战且退，俄军已经渐渐接近核心城区，巴赫穆特的战斗即将进入最后阶段。昨天，希尔斯基上将来到巴赫穆特视察，说明乌军高层对巴赫穆特非常关注，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希尔斯基的来访不一定表明乌军会死守巴赫穆特，乌军也多次声明不会不惜一切代价防守巴赫穆特。简中网络里军盲博主和俄校们总是声称俄军在巴赫穆特消耗了大量的乌军，而亲乌博主也说在这里消耗了大量的俄军。到底谁在消耗谁？到底哪一方损失少，哪一方损失多呢？以常识来说，进攻一方总是会蒙受更大的损失，而占据有利地形的一方损失显然会更少。在巴赫穆特，乌军从未被击溃，在八个多月的时间里，且战且退，始终处于稳定防御态势，且占据较为有利的地形，因此必然是乌军损失少，俄军损失大。如果乌军在这里损失被认为是不可承受的，那乌军高层必然早就下令这里的部队后撤，就像在北顿内茨克和利昌斯克时果断撤离那样。最后，巴赫穆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价值，失去这里并不会对整条战线有什么影响。所以，合理的推测是，乌军看到巴赫穆特能够吸引并杀伤大量的俄军，才会持续投入有生力量。如果占不到便宜，早就撤到西面的丘陵地带继续阻击俄军了。这里呢，就是当地的照片，可见城区的后方就是丘陵地形。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这样描述乌军如何在巴赫穆特大量杀伤俄军的。他说，他们向我们发送一波又一波瓦格纳分子或囚犯兵来攻击我们，以赢回几米的土地。有20人前来攻击我们的阵地，我们干掉了他们。过了一会儿，又来20个，又来20个，如此循环往复。他说，我们在东线的将军说，俄罗斯人一天有500人死亡，900人受伤。二，自2月21日以来，马里乌波尔占领当局报告说，有四个晚上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爆炸地点包括机场的一个弹药库、两个油料库和一个作为军事基地使用的钢铁厂。由于马里乌波尔距离前线至少80公里，俄罗斯人开始担心乌军真的掌握了一种他们未知的打击武器。马里乌波尔给很多人的印象应该是亚速营和其他乌军部队在这里坚守，实际上这里是一个战略要地，它不仅濒临黑海，有港口和造船业，也是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一直都是乌克兰重要的工业城市。早在二战期间，德国军队试图攻克斯大林格勒，也就是如今的伏尔加格勒，那时候德军在罗斯托夫附近作战的多支部队的后勤基地和维修车间就设立在马里乌波尔，现在这里也是俄罗斯军队的军事后勤中心。咱们来大胆的想象一下，如果乌军从北面试图切割俄军防线，一直进军到马里乌波尔，将俄军拦腰截断，那势必造成俄军陷入混乱。不过呢，也有可能乌军挑选更西面的梅利托波尔下手，打击马里乌波尔只不过是一种佯攻。
好，咱们来关注一下无人机。无人机制造商的一句话揭示了谁将赢得俄乌战场无人机战。2015年，一个叫伊万·托尔钦斯基的乌克兰人制造了自己的第一架无人机。后来，他创建了一家阿特拉斯动力公司，专门为乌克兰军队生产秘密武器。托尔钦斯基称，他们的无人机能够满足军方的严格要求，这样他们的无人机才能在战场上生存下来。这绝非空谈，托尔钦斯基的一句话可能揭示了一个重大的秘密，是什么在妨碍乌军摧毁更多俄罗斯火炮？原因不仅仅在于当时的乌军缺乏无人机，而且很多商用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上派不上用处，他们被俄军干扰了。自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在乌克兰东部支持极端分离主义分子以来，俄军部署了各种干扰系统来干扰无线电通信。他们可以发射无线电噪音，淹没无人机操作员的控制信号以及 GPS 制导。一些俄罗斯部队还有特殊的反无人机步枪，就是这种类似于发射无线电能量束的科幻武器。这两种类型都会导致无人机失去控制并降落在原地。这些干扰器不能覆盖所有频道，但足以为消费级无人机砌墙。当然，俄军的状况更差，俄军不但缺乏无人机，乌军还有比俄军更好的无人机干扰系统，所以俄军无人机很少在战场上制造战果。托尔钦斯基说，在乌克兰的一些地区，你甚至不能用商用无人机飞行，因为所有频率都被干扰了。英国智库 Luce 的一份报告表明，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前线的四周飞行器平均只持续了三次飞行，然后就因为干扰而损失。而现在情况好多了，我们最近也发现越来越多的无人机配合乌军炮兵采用精确制导炮弹或者是普通炮弹，用少数几发发射就摧毁俄军高价值目标的例子。比如这个无人机发现俄军弹药输送车后，一发神箭命中该车后部三米范围内的地方，引爆了弹药车。托尔钦斯基描述了他们正在使用的一种新的智能跳频系统，这种系统可以扫描电波，发现哪些频率干扰，并且自动切换到开放频率。听起来非常的不错，但即使这样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俄罗斯人有可能为他们的干扰武器加装反智能调频系统。在俄乌战场上，各方都在努力拓展技术手段的极限，获得一点点的优势。托尔钦斯基说，这是连续的战斗，永无休止。他说，每天我们都会收到来自现场的报告，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正在努力解决干扰问题。乌克兰自己研发和生产无人机是绝对有必要的，原因在于，虽然市面上产品很多，但来自国外的产品有可能留有后门，万一泄露地点、目标等军事秘密，将对使用者非常不利。另外，一些无人机虽好，但非常昂贵，飞手担心他们坠毁，于是干脆就不飞。托尔钦斯基希望降低目前的成本，让下一代无人机的价格降到目前的一半。然而，俄罗斯这边有什么呢？没有，什么也没有。俄罗斯在战争之前已经发现自己缺乏无人机这个问题了，但交割版大元帅解决不了。当俄军极度需要无人机的时候，他们采用的是从伊朗进口的办法加以解决。后续还准备在俄罗斯建立一家工厂，专门生产仿制的沙希德无人机。但是俄罗斯并没有哪家企业站出来说，我们有不错的产品和技术，可以研发出更好的无人机。这帮俄罗斯人是真有意思，满天嘴炮，没边没沿，拉胯无极限。虽然继承了一些苏军的坛坛罐罐，但从来就没想过自己也得建立强大的工业。现在坦克造不出，也修不了，无人机更没有。乌克兰1991年独立后，曾长期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徘徊中立，但2000年后，乌克兰社会越来越坚定了一路向西的决心，就是因为很简单的驱动力，
俄罗斯经济太拉胯，跟俄罗斯人做生意搞合作没有前途可言。何况俄罗斯又是那种你跟他握手他都要掰掉你一根手指的民族。于是乌克兰渐渐把目光就投向了真正有希望的方向，那就是西方。世界的这个小小的变化最终在多年后酝酿出了2022年的战争，而这场战争必将深刻地改变人类历史的走向。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变化，而我们还将在今后的若干个月里深入观察这种变化。好，以上两个视频是我们今天与您分享的内容，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感谢王小靠同学辛勤耕耘，咱们明天再会。